我的中国心，星期六凤凰卫视每周台。他星途坎坷却一路坚守，如果没有康红雷导演的士兵突击，那现在的张译在干什么呢？不清楚，也许是在码字。他意志坚强，感情细腻，张译讲述他的故事。名人面对面，今天凤凰卫视每周台。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每周台。凤凰剧场是由爱德华特效养肝素、特效前列通、特效眼明素和灵芝尊虫草至尊投资置业的最佳选择，绿源地产，美国专利古精华新血通，贝加药业、华普药业、三得林、富盛康音、健康百年、美丽一生联合赞助播出。